哎、欸，你好，是什么状况？汇钱了吗？没有，没有汇。交易完成了。从我自己的账户提钱，然后他说他要从交易上面看号码之类的，嗯、然后他叫我存账给他看，然后传、哦。他是要看你的余额啊，然后还有交付什么资料吗？我就传了我的身份证给他看，我就正穷学生，我也没多少余额、啊。嗯，就是网络交友，然后是有要准备要见面这样子。对，本来要，但是因为我第一次遇到这件事，我真的不知道，那就直接封锁这样子。等一下我看一下吧，阿豪是不是？对，可以点开吗？可以可以。什么时候认识的？认识多久？大概几天前而已。几天前就加 LINE 这样子吗？对。然后就聊一聊，今天可能就来高雄要找他这样子。嗯。哦，他有说他是八大，对不对？他说对啊，他说因为这边附近有。然后他们说，因为他们是八大什么的，所以要确认我不是在钓鱼，我是跟警察有关什么的。哦 okay这是他们的套路吧？哦，他就是后面要恐吓你嘛，就是他对不对？什么老板怎样？对对对，我是这样，就是他们的套路啊，就是要骗你钱。发现你好像觉得怪怪的时候，哦，他们就开始转变，就是找个类似好像流氓还是什么的，然后故意传这种影片给你。对啊，假的啦，那个是在吓你而已。他们诈骗集团怎么敢真的出面？好，那你自己知道要注意。跟他聊天的话是可以聊啦，但是讲到见面啊，讲到要操作 ATM 或是要汇款什么的，可能要警觉有意了，就不要再跟他们来往。那就先这样，好吧？谢谢。